我这么说，最大的我奶奶的纪念事件，我最伤心，中国这个作，就三大史上能代表这一本书，作假话，造假货，办假事儿，这是我最伤心的。还有一段，就是嗑药，小孩比如说，我说我们去也去江湖的卫生去了，他我们吃毒了，小学生就扒住说，管那工资发不发，电商跑的咋咋呢？扒住窗户往里看，里头坐的贪污犯，知道说先枪毙我们嘞，后审判，没有一个冤假错案。搁着接我那个邻居在那下来问小朋友：“我们哪个像贪污犯呢？”小孩轰都跑了。等到邻居上车，他又来了，他又说枪毙我。在那个年代呀，女孩子读书的很少，对，很少。多数是文盲。我三姐，我二姐，我还有个比我小一点的妹妹。几乎都不识字，我怎么出来了呢？你知道战争有个流亡学校，啊，我知道流亡学啊，校。我跟着流亡学校跑了，哦，是您自己主动要求去的，还是您家里人送您因去为我的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，我因为很小，我就过继给我大娘了，她是前清翰林的女儿。所以他有文化，他主张女孩子也要上学，所以我的岁数点儿比较，可以说了，我就站这就光了。没我有受结果教因为我有个岁数点儿，我没有读过小学，我就考上初中了。考上初中我学习了几个月算术，考上初中以后，那我那个时候啊，正赶着。大家闹啥？反饥饿、反鸦片、反内战，就是你4、5年、4、6年这个时间，我们学校是女子学校，全是女中，夜里往外跑游行。可是当时我的态度呢，我也不懂。我就觉着我的功课还没做完，我不愿意去。结果的话，我们年级里走了10个同学，五对右派，说延安了革命了嘛，闹革命了，所以这样对我说人生来说很大的教训。特别有一个右派，我见他了呀，简直瘦的不像人样。有些右派劳动厂长。劳动农场啊，几千人，活的不到500，都死到那儿了，所以真的很惨逼。所以呢，我经过，土改我参加了，我那个大学的，三反五反七反正反，特别是反右派，我没有赶上。我没有戴右派帽子，他们说很奇怪啊，你没有戴着右派帽子，我说你的性格咋没有夸你右派？因为我是个医生，当时是有自然灾害了，需要手术大夫，外科大夫下来没有了，把我派下去了。等到我回来了，打完了，又文化革命，我身上现在还有伤，现在我还有3处你能看到的伤。文化革命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实质上我是一个住院医生，可是我的工作是上级大夫，有啥事儿都叫我。等于说，文革这段期间，您还在从事医生的工作。那个时候啊，有个啥情况呢？毛泽东叫生孩子，生的越多越好。对对对，是。我们一天一夜最多生过24个，啊，天啊！30张床生24个孩子，你看看忙成啥样？到了
70年代呀，嗯，我转了，我认为做妇产科没前途，嗯，而且是又累又苦，嗯，又不落实儿，嗯，他整完了走了，嗯，就是这样，我改成搞这个生殖细胞癌，就年轻妇女的癌症，哦，这个癌症呢得化疗敏感。林乔治你知道吧？我知道林乔治，妇产科医生。林乔治活了就问他弟媳，我学习过。哦。孙红昭，林乔治的研究生嘛。嗯。那是我们老师在那待了一年，哦、差不多一年。嗯、十个月吧。嗯。陈家在那呢，所以他那个对化疗比较敏感。嗯。我们能治好，反正第一例治好的就是四川人。脑转移，俺转到脑子了，人已经昏迷了，嗯，肯定能抢救过来了，嗯，以后的话就在这个荣海上，嗯，比较当那一个地区比较出名了，哦，这个老百姓他不知道啥癌呀、啊嗯，就是知道癌，嗯，实际上这是个生殖细胞癌，可以治好的，哦，你像离癌、腺癌、淋巴癌、肉瘤是不行、嗯，没办法，晚特别晚期，可是这一个晚期还有希望。能抓回来、哦、那个时候啊我还不知道，我还很小、嗯、我记不太清、嗯、当时八路军进那里就是杨德志、哦、杨德志、他说杨德志那个字有字那个证传上啊说的是瞎话、嗯、现在的话他到那里把我父亲我大爷抓走以后、嗯、最惨的是用布给他的脚吊到梁上，用那拿吊米来灌他，人叫的不像人声。天哪！那是叫我记的，叫我记得很清。结果的话，30万港元，那不行了，现在，30万港元，我为啥没有在这个书上出现，在高阶理论上出现？在这些上，我为了避免我那个重复没有出现，给他30万港元才把人放了。那他为什么要捉他们呀，八路军？因为那个时候的共产党的八路军啊，就是枪，嗯，跟土匪一样，没有区别。天哪！什么都抢。我们家里是，我记得有十几代都是单传，嗯，所以很富。我们那个楼上很多东西，你看吧，我父亲15岁结婚，嗯，17岁死一个。一大堆东西，17岁又结婚，19岁又死一个，19岁又结婚，34、34个又死一个。我母亲来的时候35，所以的话，光他们的东西占了比这一间大，就是一间东西，把这个楼东西啊，比楼还高嘞，都抢走的东西。现在的情况呢，我觉着。这个是这样，纷纷四十五穷尽，偏说王莽不可逃。嗯，将来的话，我的看法呢，嗯，共产党的灭亡是内斗。嗯，你再圈几个人闹，那也没用。嗯，他说内斗很厉害，他就是说你就问这一道题。嗯，他们抢东西之后也内斗。嗯，都想多要点。第一章是我的家庭和我的生活。对。第二章是我的工作，嗯，第三章是乱七八糟的闲事儿，嗯，第四章是，中那个，艾滋病，嗯，最后呢是大家对艾滋病的评论，并不是说高小姐自己说你有艾滋病了，嗯、我这个内容啊，嗯，你不知道有没有的高阶灵魂，基本上是尽量的避免或者重复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一个是我不敢写，嗯，一个是我顾不得，嗯，我老伴刚去世，嗯，我是他06年死的，07年，哦，你看我不是写的有一段吗？有时候我不叫他死了，嗯，我叫他下去锻炼去了，啊，我走中饭了，我等他一猛一看，看见他灵堂了，哦，所以还不如在这儿舒服，嗯，在这儿舒服了，我就都。看不到他的情况，也看不到他的衣服，也看不到他的那啥，他都看不到他的东西了。嗯，他现在儿子那屋里骨灰嘛，对不对啊？
转悠了，就在一个人孤孤零零的。我记得那个叫啥，他那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就写我在他死以后，我自己在屋里的情况，就主要有个这情况。我在那个家庭情况上我就写了。我老伴这个人呢，他老实有余，精干不虚，我们两个人翻过着嘞。对，您主外他主内。我主外他主内。对，是。开始他不服气，嗯，后来他，慢慢服气了。嗯。刚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本来是个小大夫，很忙，嗯，又打上毛线，就那个整车，我都快累死了。那您有没有统计过您大概接生过多少孩子？得有上千个了吧？我不接生。哦，您不从事直接的接生。这大家不知道我的，我本身一出来就是我出类难产。哦。你看见吗？有一个，姓郑的，他叫郑啥，我也忘了现在啊。嗯。就两年不做完了，两次红位。他那个子宫是个马鞍性子宫，是个红位，就活一个死一个，啊厉害啊！啊刀子下去又抽，把那东西肝脏啥都掏出来，头一个，咱说接的有那病例，啊，真当一个人很有良心。文化革命到我的时候，他去了，那孩子有，60年的孩子吧，反正孩子不大。结果的话，他说：“我看高大夫是好人。”好了，这一句话，搁太阳地儿也不叫他喝水，也不叫吃饭，赞他一天。天哪！能撵他俩跑了。不过那个人一直到了2008年，就是被救的那个孩子，他的闺女考上医学院。他到我家去，告诉我说：“这么多年都跟你。”你可能看到那一个，在我的工作上。这一段我只是为了要把这事情弄光盘嘛，我没有详细写。所以我的工作是处理难产。不过那个时候啊，妇幼保健不发达，难产可多。红位啊，直产呐，高和产妇红点位的产子很多。剖腹产不多。他为啥不做？那个时候有钳子，低位的钳子捞出来的。哦，就用那个产钳夹出来。你们可能没夹过，就这样等着孩子出来我捞。哦，